对，所以他真的休息的时候再也不会了。然后我们就拍，就是夜戏嘛，拍到早上，然后他马上回家洗澡，他要去学校上。哦，对啊，真的很心疼他。夜戏真的人很多，然后又打针，然后你又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，所以我觉得现场真的很可怕，是后置啊、音效、剪接之后，我看的时候会觉得，好可怕啊！虽然你都知道你哪里。会做什么表情？会下。这今天署长大哥的头转过来没有？啊，也没有吓到。署长大哥真的是有车上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，有一些设定，车上的小设定，你就知道转过来的会是什么吧。好，心理准备，其实你都猜得到。对。他是真的，我们把床下面挖了一个洞，然后小女孩就这样躲在里面，然后就 Q 她会渐渐这样爬出来。其实那场戏蛮难拍，因为这也是这部戏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我要克服心理的障碍，然后把脚打开，然后有一个人在你两腿的下面，我觉得那个保护措施我们也花了蛮长一段时间。穿什么？就该穿的东西，该免的东西。穿裤子啊？有啊有啊。对，白色的。对啊。然后，但因为后面还有生产，就这两场戏对我来说很真实的挑战。生产的，大概看了一个礼拜，然后有水中生产的，然后我看到最后最令我崩溃的是有一个外国人，他在溪里面生小孩，对，溪里面，然后他已经看起来已经怀了四五个小孩，所以他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在，哦，就是很真实的生小孩情境。那我不是想要学他们怎么生，我是想要学他们的表情跟声音。但就发现真的生小孩的过程也是百百种，有的人是很凄厉的不笑，但有些人是很冷静也不笑，然后有些人是会打人的，所以就很有趣。其实也没有太冷静，因为那场拍完我全身抽筋，然后隔天也是烧瞎了两三天。我有叫，我在现场叫，就是那种闷着的叫，就是凄厉叫出来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好像生过之后才可以跟你分享。可是有些人会觉得他就直接剖腹之类的。有啊，我拍完之后我就有说，我觉得自然产好辛苦，妈妈太伟大了。因为，但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我好像被剥夺生小孩的那个第一次的感觉，因为那天我们真的在一个妇产科拍。然后后来我抱的那个 baby 真的才刚出生三四天，然后很多情绪都是真的流露，就是你经历过前面那么多的辛苦痛苦，你真的会有点跑马的，你会觉得他出来了，然后他离你这么近，他用一个最纯真无邪的眼神看着你，就会不自觉好被感动。所以我就说我好像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之后如果我真的要生的时候。我的那个感动感，不知道会不会会想到啊，我上次计程车拍也是，计程车拍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剥夺这个第一次的喜悦。现在有在考虑要顺其自然，这个很难考虑吧？一般说顺其自然都是已经结婚了，还是在不会，我会说顺其自然。我觉得可能又是试管婴儿，就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也是历经千辛万苦，所以我会觉得就顺其自然，因为生小孩这件事是缘分。有算得命吗？没有啊。对啊。不是，就是我妈妈很辛苦才有这个小孩。她是剖腹还是自然？她是剖腹。
生产，你这一次没有？没有，这次我这次已经生完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对。但我相信生产期已经很，因为他刚刚讲闷闷喊，光是闷闷喊，我光想的就是你没办法把力量释放出来的那种累，比你叫出来还要对，心经都要爆出来，很用力。